老天保佑，拜托让我们不要回来遇到。太新鲜了，就是新鲜感。发现吗？腻了？没有吧，不会发现吧？有些真的就是像学生，然后突然缺钱，但是就没办法没录了，就是、啊。我有看他们打广告嘛，你做七天的话，都做一整天，还是你一个月20几万台？你很贴心，那帮我换算好了。你没有赚到20几万，他就直接钱打到你账户里。我是威，我他妈。大家好，我是威威，大家是红心，红心报狗来了，报狗红心来了。今天我跟红心呢，要来访问的是一个从小就移民出国，在外某个英语系国家居住的华人，在华人圈里面，他非常喜欢喝茶，喝遍各种地区与国籍。今天就一样，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国外经验。但是呢，还是要先说，完全没有倡导推广，有人愿意来分享一些特别外面听不到的，我们就用一个开放心态来听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赶快来立马打给他。Hello， 你好，请问是网友报名代表海外版嫖客的小狼吗？对的。嗨，你好，先来惯例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年纪、星座，这样多久了？行，简称小狼，我今年28，射手座，玩了大概7年。所以你21岁就对。那你来讲一下国外是怎么样？算是同事他们带我先去体验，就觉得不错啊。我问一下哦，你不能说你在哪个国家嘛？但是是英语系，价格昂贵的国家啦。很多中国人都移民的地方啦。因为我自己听说，你们专门去的那种店都是专门华人女生去上班的，对吗？都有，我最多去都是只有华人女生，但是也有洋人的，有分违法和不违法的。那、洋人女生他们大部分都不符合我们的口味，胖屁股大那样子的，我知道，蛮多都是沾上毒品那种，真的要挑。有时候可能这一间没有，然后又去另外一间才真的找到。你不会取酒？不行，一起不来就真的很那个。OK， 就洋人的比较严格一点，你坐前他们会拿手电筒来照你的脸来检查。你认真？我朋友还有被拒绝过，他们说好像不知道附近长了一些什么东西。哪一趴的时候要照？你们现在已经进到房间，先叫你会拿一个手电筒，人整个蹲下来，然后照，会稍微翻一下。你这样不能动吗？真的有这一趴吗？我不是有这一趴，以前华人都没有，然后好像也没有每一个洋人店都会这样。OK， 那你确定 OK 之后开始有什么跟华人不一样的？通常的时候要戴套，这个是遵守法律的，华人几乎都没有。可是。的话也是会染病吧，几率很小很小。你自己9年的经验真的是刻板印象，大家先不要骂，只是一个大家最想问的问题，我帮观众问出来。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技术上的差异吗？你是说洋人和华人？对，没有特别，可能体力稍微好一点吧，比较狂野那样子。但是。就是都一样，只是戴不戴套问题。差不多就是看个人技术嘛，就是也有好的也有。那你知道有一个流传是讲说华人女生下面比较紧，没有？大家听到吗？没有一定，但是有差别。怎么说？下面味道不一样。你还去闻？不是你嫖妓为什么要闻？不止闻，听。你不是去消费吗？你为什么要服务他？还是你觉得这个服务这件事会让你兴奋？你喜欢的话不是服务啊。OK， 可是他们会拒绝吗？会，有些会拒绝，有些会拒绝。还没说到不一样的地方，白人的都会咸咸的，味道不是很好。这不是一个，我才能肯定这样说。是生病的关系吧？不是生病，体质。就是一个，你这一个就算了。我吃过几个嘛。马上全息。那我们就到华人合法区。我去的那边，它是专门进口韩国的，就是我最常去的。几乎都很程度的，那有比较贵吗？大院是没有，大院价格都一样，半小时6000台币。华人的有一些不用，就是洋人的才他们才。OK， 他们比较遵守规则。华人的也没有检查身份证，如果16岁、17岁你去，他们也不管。防疫期间你们有特别做什么事情吗？防疫期间我就没有去大院。真假的3年了耶。对啊，这是大院。你去那个非法区，我知道很多打工度假，最后找不到工作就下海去买。对，我知道这边也有酒店。对啊，但其实你知道我有点被说服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在合法国家做合法事情啊，他就是有工作签证啊。你要做那个性工作要有执照，然后要定期去验。没有，酒店不是性工作者吧？酒店陪喝酒啊，陪睡，我好像没有很赞同。大家女生不要出卖自己的身体。哎，你有去过非法洋人店吗？还是就是非法华人？有非法洋人，但是他们挂在华人中介下面的。我懂，就是华人的店。非法价格比较低吗？还是非法价格没有正？半小时多少钱？通常都是1个小时的，10000台币左右。台湾除非外送茶，他们都是定点，你要去他们那边的。出来也可以，就是要多付钱。但是大部分都是去那边，他们公寓啊、酒店、饭店什么的。装潢上有比较破烂吗？还是大院他们装潢就会有红色的那种灯，那种不一定要看。
看看工艺好不好。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它会像破烂阿公店吗？不会不会不会。那你要去哪里找到他们的管道？以前微信很好的，最近几年微信被封，这全部都是违法的。但是没有听说在抓的。有什么特别吗？非法的部分？他们有些真的就是像学生，然后突然缺钱，但是就没办法没路了，就下海。为什么不去陪酒就好，要出卖身体啊？这个肯定比较快乐。我有看他们打广告嘛，你做七天的话都做一整天，可是你一个班20几万台。你很贴心，都帮我换算好了。你没有赚20几万，他就直接钱打到你账户里。听起来比台湾还很有点人性一点，因为他们是中介拿40%。那你有真的爱上他们过吗？有稍微，你不会说爱上吧，是想再看他们啊，再找他们。你会带他们出去玩吗？都有。一天恋爱啊，不错啊。你有真的想追过他们当女朋友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就是没有到长期。啊，你这样好痛啊，我的狗！我要弄吗？你好痛啊！我狗一直弄我，它很白目。哎呀，我们回来吧，继续。你在当中你有交女朋友吗？嫖妓的阶段？有啊，有啊。但是是吧？去嫖的时候你就是单身这样子。对对对。天哪，我对你好失望哦。肉体跟感情分开啊。OK， 那你女朋友在做什么的？她跟你年纪差距很大吗？还好啊，不会差很多，差几岁而已啊，在工作啦。我不知道，我听了觉得好受伤啊，你不关我事。你找多了，同一个女生跟我女朋友就做几次后，就感觉有点腻了。好吧，这是实话实说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就知道这种诚实的言论。你跟你女朋友这样很久吗？大概半年吧。那还好，但你前面很多女朋友都是这样。没有交过很多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前面的女朋友也都是中间会突然单身去消费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老天保佑，拜托让我不要回来遇到。很健康哎、欸，对那个很健康。怎么样健康？就是、对那感情真的很健康，就是真的很健康、啊。就是，就做完你就没什么需求啊，就不会去找小三，不会危及到他的地位。不带感情，可以这样说，就是身体上的需求都满足了。OK， 可是你跟你女友才交往半年，你就腻了？不到半年就腻了。等一下，我是说那个方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为什么？你会不会觉得是因为你以前消费经验太多，以至于？对啊，对啊，太新鲜了、就是新鲜感。那你女友发现吗？你对她腻了？没有吧，不会发现吧？你的频率都一样。但是就是感觉就是打发一下。天哪，你很有钱吗？你做什么的？你可以这样打发女生？我是说，我先讲一下我以前一个理念，看到快乐心理学嘛，他说与其买东西不如买体验，这个我就很遵守这个。就是说就是跟喜欢的人去旅行啊，去吃什么米其林啊，比买奢侈品好。那我也是啊，我也是跟喜欢的人去做体验嘛。体验 OK， 我的人生就这个理念。你会用错地方啊。还有一句话是什么？健康无价。好啦，个人兴趣不一样。吃太多好料，你也不是会痛风。有人有反驳这个观念吗？大家底下留言。啊、还有吗？还有补充什么？我有听说在大院的吗？铜牌最受欢迎的，一年可以到千万，可以赚1000万台币。因为它单次很贵。没有单次很贵，就是一天可能好多个那样。只是很容易受伤哎、欸，铜牌应该把价码往上抬吧，然后不要抽那么多次。就是我有去过韩国的体验，韩国的他们真的蛮广的，韩国的应该是已经是违法，因为他们也蛮嚣张的嘛，就是店弄得很大，也蛮贵的，这个好像比我那边还贵一点点，这个15000左右大概。会有男生的服务员嘛，他们会先带你去洗澡的地方。他会等你洗澡，他就站在外面等你洗澡。你洗完你的衣服，等下递给他。啊、哦，就是很高级的服务的意思。很狂的地方是不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？他会带你去一个就是很像夜店的地方嘛，有其他人也在那边，很多裸男都在那。但是他们蛮黑的嘛，黑黑的，然后有像夜店的那种光。但男生都没穿衣服，就是女生也都没穿，直接在那边坐。好怪啊！你是说看所有人就是现场就很像在开轰趴概念？暗暗的嘛，大概只能你没办法看得很清楚那样。他们还会在某的时候，他们还会交换。啊，你喜欢吗？体验一次真的不错，这个是韩国，他们真的玩得蛮狂。所以你自己觉得韩国女生比台湾女生好吗？在这方面，服务台湾女生比较好，但是韩国人比较正吧，通常比较正吧。台湾怎样服务好？
你一进来他们都会说可以吗，他们都会问给你打枪的机会，因为在台湾好像都是你可以打枪嘛。哦，对，台湾可以打枪。哎，那来讲一下你追女生好了，你也是很肯花钱追女生的吧？你追女生如何追？慢慢认识啊。这样一个女追的大概是认识的，大概两三个月后约出去啊，就天天聊天啊，有时候会消失个两三天这样子。哦，你是故意扮的？对啊。你的钱怎么丢？就是你怎么追？就追女生不会猛丢钱啊。真的假的？你要丢啦，你这种人应该要丢钱才对啊。希望我就是那个知道，哎，丢完赶快拿完赶快跑。因为我以前有丢过，以前啊 LV 包什么都有丢啊，然后都没追到啊，就我以后就不丢了。嗯，你在追的时候就丢包包了。对，哎，我可以借你追追看呢、欸。开玩笑，就是他追到了以后稳定一阵子才会。要怎么辨别这种调戏男子呢？你是好男生，你说你几次就腻、欸？没有啊，那可能是因为那个女生啊。那你为什么不跟她分手就好了？其他方面 OK 啊，我那个只是单纯说那个方面啊。那你可以接受你们还是维持现在的关系？你们性方面不合，那你可以给她这个机会，也像你一样出去玩吗？不行啊，男生女生不一样。那你买过最贵的东西给她是什么？目前为止，没有很贵，几千块的东西而已，钥匙圈是名牌的。来教我们一下如何辨别渣男。其实我跟你说，就是那种很会砸钱追女生的男生，其实我觉得一般像我们这种女生都有点警惕。看一下他的个性，你会大概知道他的套路。可是如果像遇到你这种就是很真心的，那你就觉得他是一个单纯的男生啊，殊不知，对，要怎么辨别呢？真的很难辨别。那你说要怎么抓你好了？如何才抓得到我？对，你手机也不给看吗？不可能给看，都会清掉。对嘛，我之前就说过手机太干净有问题。如果看得到提款，我看得到，要怎么看到？不可能看到，又不可能给看。好吧，那你有想跟他结婚吗？如果顺利的话，还是你这辈子就是不婚主义？不婚主义，对，因为我没有想要生小孩。但是对啊，结婚就算了吧。你有去消费到变成很好的女生吗？有啊有啊，有些不错的啊，还有些找我，他们想要当中介，叫我去验女生。哦，我知道那种验的，就是你要去试试看啊，那个验那个可以白吃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没有白吃，还是要给脸。哎，那你怎么判断这个女生可不可以？主要是态度嘛。身材很差，碾过。不行啊，身材很差不行，不能胖了。哎、你不去酒店，你都是直接去嫖？对啊，我直接去。啊，对，我还要分享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女生我约过嘛，都还 OK， 有人找到这个女生的 IG 嘛，然后在 IG 上你可以看别人标记的嘛，他去看他是在变性医生的一个诊所的，就是他没有标记他，他怎么那么傻没有把他取消 OK， 然后就被爆出来，自己说我也上过啊，对，自己说我也上过，然后我就差不多要吐了嘛。可是你不会发现吗？没有人发现，就只能说现在的科技真的太强，医疗技术真的太强。我看都是正常的，都是正常哦，因为你都会下去就是品味。这个我没有品味，因为他不让你品味。对对，哦，这个好像没有。找到那个大家才知道，有的人骂。好啦，我觉得其实这个没有什么错，只是就是不要用骗的。可是他的外表都超女生吗？几乎分辨不出来。我后来想一想，好像真的有一点点比较 man 的。你说他是哪里人？是韩国，但是后来好像别人说他真的不是韩国人，包装的，因为价格会比较好。这个好像是一个突破啦。好啊，你知道还有什么精彩故事吗？好笑的故事。有一个饭店式的公寓，那个女生也不熟悉嘛，可能也才刚来什么的。我们做到一半，打扫的进来了，她应该是有敲门的，但是我们可能没听到。对，我就回头了，我们就傻眼。还好是个女的嘛，阿姨一定知道啊。没看到她就推，你们就继续，我们就继续啊。你们钱也是付给中介嘛，对不对？让他们自己发给女生，基本上都没有哎、欸，我就直接现金给女生，然后有听说过约晚上最后一个嘛，他做完了，女生先去洗澡，他就把现金全部偷了，一天的现金全部偷，然后跑。啊！看女生也太可怜了吧？对，女生蛮可怜的。所以不要以为下去卖就会很赚钱，各种委屈，而且还不能报警。男生可以去试看看毒龙的服务。什么是毒龙？舔。耶、yeah, 好冷哦，但是很舒服，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男生同性可以享受，蛮舒服的。毒龙要加钱吗？有些要，有些不用。最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观众？如果男生一天可以好几次
来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有这个工作，你们都可以赚这么多。你们去当牛郎类似那种。对啊，如果你会想吗？如果没钱的话，会啊。短期努力一下、嗯、好哦，大家在底下留言哦，有没有男生这种工作有兴趣的。好，那谢谢小兰异国的分享，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，没忘记追踪 IG 还有按赞我的 FB 哦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拜拜，谢谢小兰，拜。